大家好，我是锦鱼。之前在朋友圈中发了一张草莓的照片，这个应该是我今年种的草莓中最大的一颗了。有朋友想知道是怎么种的？在家庭种植草莓应该是大家最感兴趣的种植话题之一了。很多人都在家里种植过草莓，它颜值高，繁殖速度快，占用空间小，小盆就可以栽种，确实是非常适合家庭种植的水果。这些是我今年种的草莓，你看这叶子长得有多好，快有手掌那么大了。现在是果期，基本每颗都挂了有不少的果，2到3天就可以采摘一次。现在清理工看到草莓都没有当初那么兴奋了，难道这就是草莓自由吗？如果自由的结果是空虚，那为什么要追求自由呢？所以我决定把所有苗都拔了。在果期的正确管理方法应该是把繁殖的匍匐茎给摘掉，保证结果的品质，但是我还是保留了，让它边结果边繁殖。这个是因为我去年繁殖的一批苗，想着今年要当上种植大户了，在街上看到卖草莓的，看都不看一眼，就差在额头上写上种植大户了。可没想到，在移栽的时候发现，根上全都是这些白点，布满了白色的小虫。我就在想，怎么苗的状态不怎么好，当时还以为是夏日气温太高了造成的，原来根已经被这些小虫啃得不成样子了。看到这状况，当初有多膨胀，现在就有多绝望，我的种植大户梦破碎了。每每在夜里想起，嘴角就流下了不争气的泪水。这种白色的小虫叫根粉介，它本身的耐药性不强，一般比虫灵就可以杀灭了，可难就难在它是地下害虫，发生虫害时根本看不到，等你有所察觉的时候已经很严重了，用药也只能灌根，在土里面也很难杀得干净。同时灌根也会破坏土壤中的微生物，有机质的分解也会有所影响。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淹水处理，把整个盆放到水中浸泡，虫子会跑到土壤表面浮在水面上，没有上来的就会被淹死。植物一般在短时间内泡在水中也不会死，不过我的草莓有一些是种在种植槽里面的，没办法浸泡，只能灌根了。把全部苗都操作一遍之后呢，后面苗长得还不错，但心里总有一种感觉，里面一定还有漏网之鱼，说不定哪天又爆发了。所以就算现在是果期，我也把全部匍匐茎给保留了，这些将是下一年的种苗。到时候把大苗都淘汰了，土壤全部做一遍处理，确保里面的虫害清除干净才行。在商业种植中，为了保证产量和品质，草莓苗一般2到3年会淘汰一次，所以那种非常便宜的裸根大苗很有可能是种植员淘汰的苗。在买草莓苗的时候呢，买小苗反而会更好一点，这个就不能迷信老庄了。在家庭种植不需要考虑果实商品性的情况下，草莓苗的淘汰标准可以放松一点，但还是建议每次用匍匐茎重新繁殖栽种，因为随着种植年份的增加，草莓苗会根茎繁殖，从根茎周围长出新的叶芽，形成新的植株，根茎分支会越长越多，挤在一起，互相增强养分，最后会严重影响到结果。草莓的繁殖理论上只要能保证不感染病毒，草莓就可以用匍匐茎一直繁殖下去，但是在自然环境中很难避免，病毒主要通过虫子叮咬来传播，一代传一代，一直越累，最后可能会出现品种退化的现象。但是这个也不用太在意，毕竟草莓苗在你手中能活多久还不知道呢。在众多的草莓品种中，我种植过10来个，现在只留下了3个，天使 AE、 丽雪和桃熏。丽雪的果型较一般的草莓要长一点，像一个圆锥形，除此之外呢，其他表现一般。而桃熏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品种，果肉的颜色很小清新，呈现粉红色和橙红色，它的香气非常的浓郁，我甚至觉得它是一个用来闻气味的品种，因为它的果肉非常的柔软，不用说运输了，自己亲手采摘稍微大力一点就会碰坏，所以市场上很难见到桃熏草莓，自己栽种用来闻气味还是可以的。天使 AE 是我最喜欢的草莓品种之一，不仅是因为它白色的外表比较特别，我觉得它是一个综合表现都不错的品种，还有就是白色的草莓现在还是比较少的，很多朋友没有尝过，
跟家人朋友分享的时候呢，收获感更强。草莓的种植技巧在之前的视频中有分享过，可以总结为几句话：深不埋心，浅不露根，事业一心，蔬果蔬叶。深不埋心，浅不露根，这个是指在栽种的时候种植深度的把握。很多植物在栽种的时候稍微深一点浅一点没有太大的关系，而草莓种的过深会埋住它的芽心，土壤不透气的话容易造成死亡。事业一心是指苗长到四片叶子和芽心中间有一片快要长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留花了。接着到了结果的时候，就要及时把授粉不完全和畸形果摘掉，定期把底下的叶子去除，蔬果蔬叶。如果叶子太多了，下面的叶子会贴在地面上，既影响植株的通风，也容易感染病害。草莓的病害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可以搭一个种植棚来预防一些虫害，但是很少有人会像我一样这么无聊，为了在家里种菜搭一个又丑又占地方的种植棚。不过我们可以做一个简易的小棚，也适合家庭小规模盆栽的种植，这个做起来也非常的简单，一定会学会，脑子会的同时手也一定会。用到的材料也可以在网上轻松买到，分别是 PVC 水管、防虫网、扎带。先用 PVC 水管组装一个框架，搭上防虫网，再用扎带固定就完成了。可以根据自己的所需大小来做，在种一些水果蔬菜时，防虫网还是很有用的。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和关注，之后我会分享更多种植有趣的事情。谢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